睇下內地股市亦都倒升咗上嚟啦，咁啊上證指數啦，咁啊啱啱頭先高位2397點啊嚇，咁啊而家就升唔夠一點啦，2387點㗎。另外滬深300指數最新升咗2點，2689點㗎。深證成指升緊3點，9670點啊。咁啊今日就公布咗即係匯豐個 PMI 數據啦，咁啊你見到咧就係個 PMI 數據咧就即係。 OK 嘅，咁啊都即係屈雲斌啦，即係都講啦，就話其實經濟復甦嘅勢頭咧，將會得以延續啊嚇。咁啊，阿來，咁啊係咪即係呢啲數據市場上消化完之後都覺得唔錯，所以個股市內地股市有得倒升咧嚇？嗱，咁你睇翻講緊今日港股個走勢啦，咁其實你話今日今朝早咁平開之後，仲有我哋啲水平之後大幅咁跌咗落嚟，始終我相信主要呢方面係反映翻官方個 PMI 數據嘅，咁始終講緊市場一直都憧憬緊內地個經濟有個反彈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睇翻官方嘅 PMI， 1月份 PMI 製造業只係得50.4，冇市場中預期嘅51左右呢啲水平較為高㗎，咁都反映翻內地嘅經濟其實冇錯。你話個經濟增長放緩嘅勢頭係轉定咗，咁但係你話嚟緊經濟未來嚟講啦，相信只會平穩咁發展，咁市場之前都係憧憬過度，都令到個股市有個下調壓力。內地股市都跌咗落嚟㗎，咁但係你話睇翻目前嚟講，內地嘅經濟狀況真係唔算差，因為你就算講緊官方個 1月份 PMI 數據啦，雖然冇市場預期中咁好，令到股市有個壓力喺度，咁但係個跌幅都唔算話太大。主要原因講緊個經濟放緩嘅勢頭的確係轉定咗，個經濟最壞嘅時刻的確係有望。由第三季左右呢啲時間已經過去咗啦。咁你話睇翻最新匯豐個 PMI 更加見到進一步係擴張㗎，咁見到係最終個中值係52.3啦。較之前月十一月廿幾號公布嘅初值51.9，再略為高少少。咁其實呢兩個數據可以講到啲咩呢？最主要都係反映緊其實內地特別講緊一啲比較中小型嘅企業啦，過去嗰一年2012年經營真係講緊非常之困難。咁但係你話自從講緊第四季開始啦，內地確保個資金個流動性相對地充裕返，咁加上講緊一啲出口訂單啊等等都有一個回升嘅跡象喺度。咁所以啦，咁呢方面對中小型嘅企業嚟講個幫助更加之大㗎。咁呢方面其實對個股市啦，對個經濟都有一個好嘅作用喺度。咁始終講緊呢啲嘢嘅中小型嘅企業，個回復或者個復甦勢頭好返嘅話啦，對個成個經濟都有一個好嘅好處嚟㗎。咁市場都唔會再憂慮一啲硬著陸
素所帶動。咁究竟比較關鍵嘅就係講緊之後嚟緊 PMI 嘅數字會唔會再跌穿50水平留下咧？呢個係會一個比較大嘅風險因素嚟嘅。咁所以你話現階段啲數據的確係利好個股市，但係你話再要推動個大市進一步向上升咧，我相信個難度都會比較高。我諗始終如果一日未有一啲比較明確啊政策嘅即係利好政策出台嘅時候啦，大市暫時講係欠缺一個上升動力嘅。好啊，咁啊嗱，港股方面咧，咁啊個跌幅都即係叫收窄咗唔少噶啦。咁啊嗱，而家恆生指數最新係跌緊79點啦。咁啊，頭先嘅低位咧，曾經咧係即係睇下個表現先啦。咁啊表現都麻麻地㗎嚇。咁啊問下阿來啦，咁啊其實而家港股嘅情況點睇咧？頭先低位見過23,571點。可以講話失即係感覺好似就係有啲十級以下咁樣嘅感覺喎。係啦，咁見到其實近期嚟講最大個睇法就係大家都見到恆指個上升動力的確係開始慢慢逐步咁減弱緊嘅。咁呢個都係嘅。咁始終我都覺得啦，近期嚟講的確係欠缺再進一步利好嘅消息向上推嘅。咁近期嚟講，好似今日咁樣啦為例，較為利好嘅消息都係講緊匯豐個 PMI 製造業 PMI 嗰個數字做得相對地比較好少少。咁但係你話始終啦，第一就市場個觀望情緒比較濃厚，講緊今晚究竟美國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是點咧？大家都未有一個共識，或者市場普遍嚟講個分歧都比較大。咁第二就講緊始終個累積升幅的確係唔少啦，咁所以對個股市嚟講，的確有個回調壓力。近期嚟講講緊特別講緊一啲二三線股，今日見到內房股啦，整體亦都有個比較大嘅回調幅度喺度。咁對個股市嚟講都會造成一個壓力喺度噶。咁你睇翻恆指個技術走勢，咁見到今日啦，一度都跌穿個十天線咗呢啲支持位噶。咁但我自己睇翻比較關鍵嘅支持位，可能係翻其實20天線23,500點左右呢啲水平，暫時啦呢個可以作為首個止蝕位。咁只要唔跌穿20天線，我覺得成個上升勢頭仍然延續㗎。咁只要你話見到之後一啲經濟數據仍然係利好嘅話，我相信你話條件啦，
仍然係 有條件令到恆指再試翻可能24000點呢啲位㗎。咁但係就留意翻啦，24000點呢啲位可能比較多嘅相關嘅輪證，可能紅證啊等等。咁如果真係到埋24000點啦，都要小心啲。後市嚟講可能會有一個回調壓力。咁所以你話現階段短炒者，我建議目標價可能望翻去到24000點呢啲水平先。後市嚟講咧，可以將個止蝕位 set 翻喺23500點二十天線呢啲水平嘅。好啊，咁啊嗱，你見到而家暫時嚟講表現最多成交金額嘅咧，仍然係就係223A50中國基金啦，跌緊半個百分點，做緊11.72%，跌緊咧係6仙噶。咁啊，其次就係中移動啦，咁啊跌緊咧係0.58%，做緊84.75元，跌緊咧係0.05嘅。利豐方面啊，跌緊1.4%啊，做緊咧係10.74元，跌緊係0.16嘅嚇。咁啊嗱，之前咧都講緊話即係中移動個走勢咧，如果係即係即係你知成即係佔嗰個成分比重比較高啦，咁啊啲人都講緊話中移動嘅下跌咧，會帶領住咧大市就會有個即係帶領住大市下跌啦。咁啊點睇中移動近期個走勢咧？係啦，咁你話講緊中移動，我自己對個睇法都開始有少少改變嘅。咁始終都係擔心緊，第一見到佢之前下調個盈利指標啦，第二就始終講緊近期嚟講一個比較熱門嘅話題，就講緊會推出一個虛擬電信網絡 MVNO 啦。咁其實你話講緊中移動，我自己睇翻冇錯，你話過往嗰幾年業就都比較穩健啦，其實手頭上現金都係非常充裕，呢啲係的確係個利好因素，估值上面亦都係相對地比較吸引，息率啦都係叫做可觀啦，咁但係就始終擔心緊近期嚟講炒緊個熱門話題 MVNO 佢嘅虛擬電信網絡，咁始終呢個措施或者呢個新嘅方案最主要都係要打破個壟斷局面㗎，咁你話如果一旦壟斷局面俾人打破啦，你講緊壟斷嘅情況最嚴重，即係講緊有最大嘅客户群嘅中移動啦，係的確係受到最大嘅衝擊㗎，咁始終講緊如果一旦真係部分的客户被搶走，或者令到收入下降，接下來未來派息等等都有機會有個轉變，在未來加不加大個派息比率呢，都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關鍵的。但是就看回，如果真的一旦被壟斷的情況被打破等等來說，中移動本身的盈利能力可能會減低了，見到過往來說中移動的盈利能力比其他海外水平或者其他的電信商來說是較高的，說個純利率都接近 20% 以上，所以你說未來來說這個壟斷局面一旦被打破的話，會不會純利率下降，會導致盈利出現倒退呢，是一個相當大的風險因素來的。所以我建議投資者如果還揸住的都做好風險管理，小心後市來說仍然會有個調整，但是你說基本因素以目前一刻為止計，中移動的確不算太差的。所以看回個技術走勢，見到近期來講中移動雖然出現過反彈，但是仍然是受制住十天線左右這些阻力位的，所以後市來說我覺得走勢都不算非常之樂觀，建議目前來講可以將個止蝕價 set 翻喺之前個低位81元呢啲水平，只要唔跌穿81元，暫時講都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後市咧，我覺得仍然係 hold 翻去到望翻87、88元呢啲位，先至考慮逐步沽出嘅。好啊，唔該曬阿來啊，咁我哋呢次時間差唔多啦，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嗰節咧，繼續我同阿來啊，咁啊再同大家傾下咧其他板塊嘅表現㗎。休息一陣，轉頭嗰節再見啦。